代理发言人。不通过的，就是说你产品质量到国际认可的那些证书都拿到，一百家里头有一家有授权书就不错了，尤其是有授权书那家那就更厉害。所以反正这个人家一来，哎呦，又来查票了，咱们要给人家票，嘿嘿嘿嘿。So is this. 给人家票看看票。So. 哎呀，干啥都有个啥服装啊，嘿嘿。人家那个服装就是那么，就是那么正规。中国那个，现在咱不知道了。咱出国前那个列车员服装就是不正规。哎，不，人家在都呢制服，嘿嘿。上面有几个点缀，红色不能太普遍，就是要几个点缀对，就是美术里头都有这种说法，不能是以它为主色底色，一定要以它为什么什么什么，很多黑的呀，很多啥啥啥上头有那么一点儿。再就是你要打入主流社会哈，你就走一号厅和七号厅，嘿嘿，那都是主流社会看好的，贵族看好的，或者是大公司才能租得起的展台。那个，不仅展台大气，是灯光亮，去的人也多。谁一开始不到一号厅啊？是吧？那看样子他这个也是等级森严的。我还没去一号厅呢，这个我昨天仅仅是去了七号厅。发现真的是不一样，看样子号码越大等级越低呀。他们这个举办方是一年就搞这一次，他把这个场地大厅租下来，所以他收的这个一平米多少多少钱的那个费用就贵，我看那才10平米吧，7平米，也就7平米，就要人家10000欧元，就那么贵。他们说这个广交会还贵，广交会是全世界都去那。然后中国这些管理部门又是又想当黑老大，攒人钱，所以就5倍的价格，说5万都拿不下来，就这，嘿呀，他这样一搞，其实。有一点坏处就是把人搞得什么都不想了，一天就想着怎么着赚高金额的费用。
那个汕头哈、汕头还是东莞呢、东莞那个，我说你们是不是这个卖淫那个老窝呀？他说早就取缔了。我说取缔了能那么干净吗？据说曾庆红都到那儿去，他说好几年了。反正他那么一说，你这么一听，只要说他那儿不好的，他们都是哎呦铜墙铁壁的地处。那个语言，只要一说真话的，马上就说你是法轮功。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有几次就说是法轮功，他就是因为他感觉触到他们不敢说的一个话题了，他们就说你是法轮功。据那个体育学博士说，这不算歧视，他们都不敢说的话，你敢说，他们就认为你是法轮功，那也不错哈，就这意思。这几天印象最深的就是，现在人们经商已经懂得不要害别人，要为对方好，这个他们已经懂得。要想在国际上长期立足，必须得是信誉好，这个他们已经认识到了，这个个个都认识到。而且有几个这个外销经理，他就直接跟你说，我们这个产品早就不可，人家现在都是电这个手控遥控玩具了，我们这个是电池，或者机械的，基本上没有人买了。我说那你们还不告诉老板，赶紧让他改产品。他说改产品需要很多钱的，改不了了，就这样了。他们，我倒是发现一个东西哈，就是号码越大的厅呢等级越低，那个接待客人的那个普遍的那个是情绪很低落，那个一号厅到七号厅啊，那些人情绪都特高昂，那是大款大公司大企业，他就哇往那儿一站，大厅也给力，灯光也亮，哎呀参观的人也多，所以他们就气场在那儿，就是比那些私人企业做个小猫小狗的那些剪纸纸片的那些，比那些魄力大，气势也大，挣的钱也多呗。就是你挣的多，他在这个才敢甩手。富豪啊，啥叫富豪啊？小打小闹和大富豪，你从七号厅以前的号码就能看出来，呵呵，哎呀不一样。不过好多骷髅头鬼头，有一个公司就生产骷髅头鬼头，各种各样的鬼节，哼，有的中国公司也是狂欢节的服装一半挂在那架子上，然后鬼节的服装一半挂在架子上。咱不知道是鬼节是谁兴起来的，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兴起来的，正常人怎么会给鬼办节日呢？鬼节如果你正用也行哈，在鬼节烧火烧的吧，在鬼节发正念，给他们
都给他们灭了。但是鬼节是不是给某个东西、另外空间的灵、邪灵、恶灵、坏灵场啊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们想活、想生存下去，也需要这边给能量的。别的就没啥了，反正我是习近平，给习近平点赞，他把这个不听话的又没有政绩，又一没有政绩，二呢不太听话，影响自己的方针政策、思想贯彻的，都给他清除出国家级的领导人、部一级的领导人的队伍，这是对的，否则你没法干事儿。就让他们好吃好住好待遇，啥都不必就行，然后时不常的也可以提个建议，给他们一个团拜会啊、提建议的场所就行了。也如果给他们职务，那真的有的事儿可能就办不下去啊。他说的，容易起阻碍作用，这个是对的。任何一个，哪怕一个小不丁点儿的小公司、小的团体领导人新上任也是这样嘛。不过他这五年，因为他不信神，才搞了五年才走到自己说话算数这一步，是绕了个大弯子，那是他自己自找的。就韩信说、项羽的话，找死，他是自己找死，这么他自己愿意绕大弯子，解体中共一切都短平快，他不愿意吗？如果说这俩人是穿正在一起，王岐山和习近平演了一场戏，十九大，然后假装被搞下去，然后在国家的职务，在没有共产党的框架下，再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国体政体，那也不错。如果是真有这种运筹帷幄，当时我是有点儿往这方面想，但是好多媒体都骂他没良心，把自己的这个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搞得只能共患难不能同甘苦，都骂他没这方面不好，把我也给搞动摇了。但是现在有点露出端倪，他还真是演了一出声东击西的戏，让你们骂我，让你们都觉得黄岐山是被我出卖了，或者是背信弃义了搞下去的。但实际上我让他没有共产党的那个国家的职务高高的，大大的，权力无限的。他要是真有这种卧薪尝胆、运筹帷幄的长远规划，搞几个小计谋、小计划也没所谓了。为了国家嘛，为了无私无我，为了解体中共，先顺应一下这个独裁的这个氛围。因为你这六十多年都是独裁，你突然一下不独裁了，谁也不听你的，你也镇不住人家。那北京藏龙卧虎啊，就是有功能的人藏龙卧虎，那个共产党的官儿也是藏龙卧虎，都是大帮帮，哈哈大帮帮。湖北有句老话，
官大官叫大帮吧。别的没啥了，就说到这儿，暂时就想到这儿。问了几个广东的人，他们对习近平印象很好，他们都觉得我们这几年一直都认为习近平才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。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汪洋的人呐？汪洋一直都跟薄熙来和江泽民对着干嘛？哎呀，他们笑一笑，呵呵。你说他们不关心政治，也关心的。哎，这，那个行为语言就能看出来，他们也不是只挣钱，只不过是影响。出国前被叮嘱了的那些话，敏感话他们不敢谈，只不过仅此而已。但是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，这个你想脱离那个附体，不在他那报名，直接在这个大会组委会这里，明年搞到1号大厅到7号大厅那样豪华的大厅，豪华的展位，多少钱你都愿意，就是这种要求。在大陆很难，因为他大会组委会普遍的不相信中国人的信誉，所以他才要找地区代理人、发言人、合伙人，就是协调人吧，总经理吧，他负责中国地区，这样呢让他把关，他对上级负责，他有点这个性质，这样他才能保证质量。他对这一潜规则，他对香港就不用，因为香港的信誉好。香港的质量，他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，信誉是长期的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而大陆20年前的很多买卖，包括那个毒奶粉，那不都是吗？黑心食品。我问他们，我说你们，对吃那个大红蟹有什么感觉呀？商品都是荷尔蒙味大的，然后出池子之前还打一遍青霉素，为了防腐。你们吃，你们不觉得有啥问题啊？你们，哎呀，都是这样啊。就说这个，也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，他们就是一般，他们的口头语就是这两句，要不就说都是这样，我们也没办法；要不就说，大陆也不是每家都是这样坏。儿童世界，你看他们这个。连坟墓啊 ，Friedhof 平安的庄园，平安的庄园，就人安息了，它就叫安息的庄园，都很漂亮，一个一个墓碑刷刷齐。你看哪家上头有草有花有蜡烛，那就是后代亲人还老来祭拜。刚才看到这都是工厂了，他这个也是无烟的
工厂在市中心，这个冒烟的都在铁路旁边，都算郊区。铁路嘛，就算郊区了。田园山庄啊，这是巴伐利亚州的特点，风景如画。北德那边不行，到处都是工业化的痕迹。很多德国人宁愿去非洲住，去那个西班牙那个孤岛 Tenerife 住，都不愿意在德国住，全都是工业化。但是他们有的德国人好像不知道似的哈，难得这么风景如画，他不知道。反正我们好多朋友到我们家这个城市来，都说：“哎呀，你这真是仙境啊，风景如画呀。”原来我们家住那个 Andaman's Bag， 它真的是拐三四道弯，就在山里头，小山哈，拐三四道弯，又是原始森林，所以你看的那个，然后它那个草地，原始森林和房屋之间的那个庄稼，它不种地的，都是草地，他们这里农民不种地。没跟你说吗？种点儿也是喂牲口的玉米，嗯。哎呀，真美哈！风景如画呀，风景如画。昨天还听到了一个。一个人说，就是那个挺有名的一个民运的哈，原来在法拉盛，后来跟一个中国女的结婚了，然后现在要跟高志胜的太太打官司，据说哈，那人原来还算是六四的啥呢，老是以六四身份代表湖南人发言。据说他那个老婆也是色情经历，几天就结婚了，才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，你想想那是啥人。所以说这还是那句话，蒋介石的命令还没下达到传达到军长一级，就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。共产党为了拿下这个天下，真的是派了大量的色情间谍，那么他为了保住这个天下，也要派大量的色情间谍。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丢的。你看那个朱成虎，他为什么老说这个实在不行就同归于尽，他就是他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。所以习近平难，可能也是难在这儿，五年搞不定也是因为他不信神呗，骨子里不信神，给他自然就一切都难。一信神像川普那样一年就大见成效，有事没事就向神祈祷，我是天老天爷的子民儿子，别老是战天斗地的啊，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，这不是那个无神论的老毛，其实他自己老是偷偷信神，没一件大事他不按神的旨意和暗示走，算命先生就他找的多，什么8341部队啊，什么进了城以后都不敢去摸那个故宫里的龙椅啊，那算命先生告诉他不要坐进去，他都信呐、啊。然后那个他那个机要员给他读
报纸1976年有三颗陨石在东北某地降落，他马上就知道他自己要玩完了，因为当时是当时是周恩来、朱德已经死了嘛。那么第三颗是谁呀？他马上想到的就是自己，吓坏了，情绪就很低落，很苍凉，马上就知道自己不行。谁不信神呐、啊？就他最信神，他就是不让别人信神，别人都信了神，哪还听他的？他是一个自私的观念，其实别人信了神可能更听他的。天子嘛，当然还是要听天子的，他不这样认为，所以他就愿意当坏人就随他去吧。现在不是也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昨天我看 YouTube 上有个视频，那个毕福剑又唱了一曲儿新的，在饭桌上评价老毛的，蒋庆同志美如火，什么什么。被老毛泡上了他哎呀，这个现在真的是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哈、啊、越复杂这帮人，你看刚回大陆的那些老板呐、外销经理啊，他都不知道怎么翻墙，而长期在大陆的那些人都说，哎呀，翻墙很容易啊，但是要会用软件，会懂。昨天那个博士生就告诉我，必须得用什么什么软件才能比服务器还快，得交点钱。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，在脏水中，他们都知道怎么运作才能突破那个脏水，呼吸一点干净的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刚回去的，从干净水刚回去的人，他就不知道怎么翻墙。哎呀，不能翻墙，把我给吓坏了。我说哟，你都看不到 YouTube， 那我一天到晚做 YouTube 干啥？那我那个有一天是20000的点击量，那难道都是海外的华人？我可不想救海外的华人。后来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，翻墙很容易的，只要想翻，只不过我不想翻，交点钱都能翻。这个太忙了，我们就不翻了。有两个外销经理，他都是这么说，太忙了，我们。哎呀，一天都是我整天打工养，还有孩子，还有那边还有老人，都哪有时间呢翻墙？所以说翻墙的人必须是我这种，就是从小就好新闻，好写个评论，写个评价，对啥啥啥，指点。我就这意思，有的东西就是骨子里就含那个东西，他不愿意看，忧国忧民，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这样偏离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和
仁义礼智信儒释道，他就是要说说话嘛。到哪我都给领导人写信，提建议，听不听是你的事儿。别说，真相大显的时候，你别说当年没人告诉我，我就是这个心。英雄不论出身，就是说，有的人他就愿意看下面的来信啊。你甭管怎么说，江青是听了我的话，他才搞成彩色，亚满戏都搞成彩色电影了，还有字幕。虽然这个不是传统文化，但也说明咱们对当时的领导人还是起了点作用啊。小孩儿11岁，你想想，咱就敢干这事儿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习近平要是看了我的自媒体，会得到很多假传万卷书，真传一句话的。为王，为国君，为天子，为神州大地的儿女，神的孩儿们应该做的那种事情，他就会知道怎么着短平快的，四两拨千斤的就做了，不是很难，难就是难在人的观念，老是开马聂斯毛姆这68年的非法国体政体，你说你就想一想，清朝不是挺好吗？没有共产党，明朝不是也挺好吗？没共产党，元朝、宋朝、唐朝、汉朝。不是都很好吗？都没有共产党，怎么就现在就非得有，而有的这几年再比较一下，怎么了？不是一塌糊涂吗？山寨货、假货，毒黑心食品到处都是，连自己都要搞特供，所以说一比较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哪一个国体政体好，就是大唐盛世，那你就恢复大唐盛世，保证没问题。不用恢复他那个皇帝的体制，就恢复他那些推崇仁义礼智信，然后。